表现得非常的棒哦，除了康嘉轩 ，Trouble Maker， Oh my God， 最好糟糕，就是很糟，就是哦，生气，生气，生气，恼羞哎，奇怪，刘俊佳，就是啊，你还没跟我说你刚在聊什么耶？他刚不是有讲吗？他就只是一个梦啊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啦，就是，就是这个假日我想要约你出去走走，你有空吗？我不太想去耶，因为高啦。月亮会生气、啊。你想玩的什么摩天轮？月亮鱼。摩天轮啊。我都怕高妹，算了，不讲了呀。现在人都这样给我甩开的吗？你叫叫不要跟我们出去商一下。不要。对啊，我最近心情很不好，能陪我出去玩吗？那你怎么了？你还记得那个斗牛犬吗？知道啊，就是他，他被看到就是他在偷吃，我傻眼。想当初我们两个还去桥下玩仙女棒，我还躺在他肩膀上睡着了呢。自己颜值低就是活该被甩了，可悲子。随便啊，当然好啊，越多人越嗨。对，就是给我嗨起来。同学们，叫要不要一起去游乐园玩啊？感觉听起来还不错呢，人家有点兴趣啊。去，把你的球打开。啊，我不是很想去呢。哦，为什么？你大家都要去了，你又那边不合群。哦，可是那边太亮了。阿亮。好啦好啦。阿亮。哇，你们要去吼。人家就有兴趣嘛，去一下吧，去一下吧。好啦，就勉强跟你去一下了。那这样我们就约在星期日早上5:19在游乐园门口集合。Follow me, go！ 正在甩看，人仔都不站起来啊。怎么？好多人啊，所以害我现在好想拍照哎、啊！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这边拍照，来吧，拍我 ！Picture One， 耶！多，哎呀，太多了！这边感觉人也好多，感觉很好拍哎、啊！人都很多，都不一起拍，怎么给你拍？要拍不拍 ？Take a picture two。来调一下，调一下，耶！很多人在拍，这边，哎呦，很美嘞，又很多人，哪有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次不是人很多，这次是风景很漂亮，又风景很多，快点，快点，再拍一张，耶！好屁哦！好了，按拍完要干嘛？不是啊。我们都来到游乐园了，我进去里面玩，你想干嘛、啊？回家。不是啊，好好好，希望我们都来了，那就进去进去一下吧。不是啊，按金讲要怎么那么正常？哦，没有，刚才出门记得吃药。哦，记得吃嘞，记得吃哦。我们去玩那边那个旋转木马好不好啊？好啊，那你先去玩，我们其他去其他地方逛逛。走走走走走。那刘俊佳，你要陪我。好。好。怎么是我？360度拐去横向电风扇的那个吗？
他讲什么东西？那不是只有虾妹才会玩吗？不要在那边给我碎碎念，快点陪我上去玩。哦。本车是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和中途停靠的功能，祝两位旅途平安，一路好走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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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刚好只有一只马，那你自己玩吧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啦！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，所以只能靠人力运转。看，现在有两只马了吧？好吧。耶、yeah! ！好好玩哦！啊，张冠梅，干嘛？刚那什么瞎设施？我觉得很好玩啊！哈，只有你这种虾妹才觉得好玩吧？你讲话一定要这样吗？干嘛凶我？比较凶啦！张冠梅，哎，刚刚那个云霄飞车好刺激，我是内飞，又出来了，太可爱了，哇啦，把你脚打开就出来了，哇，哇，你们两个都是好吗？白痴，干嘛啦？吵架？刚刚玩笑开过，很大声，听到了，没说这样脏。心好男人代表呢，够了、哦、吵什么啊赖玉成，要你们不要吵了，如果你们想在这里浪费时间那就浪费吧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要走了，摔菜呀，干嘛、啊、怎么这样啊，太夸张了吧。哎、欸、我知道，那你陪小冠梅回家。我他女生一个人回家超级危险，够不需要，自己回家就好了。我们追女生啊，快点！哦，哎，张冠梅，走慢一点的。这其实那个现在天色有点晚了啊，然后大家都想回家了，然后我其实有一点点怕黑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陪我一起回家呢？不可能，没可能。看电视说他自愿，他不行，这个长相我不行。雨涵，干嘛？陪人家回家嘛。你很麻烦呢、欸，走啦。耶、yeah ！啊，虽然是我们两个，啊，明明我们两个也是女生啊。算了，我们自己回家。走，走就走。